唐昊带领昊天宗复出魂师界，与武魂殿决战。谁敢伤我儿子？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曾经斗罗大陆上最年轻的封号斗罗唐三的父亲，拥有昊天宗最高封号的人，唐昊。这里交给我了，你们先撤下去。大哥，城里就交给你了。好好好好。与此同时，100道黑色光芒同时亮起，武魂帝国冲在最前面的魂师顿时接受了这曾经的天下第一宗门的至强武魂的洗礼。是你伤了我。事关左右如何？昊天宗。好一个昊天宗，没想到你们这些左头乌龟也有重见天日的一天。算什么东西，竟敢跟老夫这么说话。就算是唐臣在此，也要尊称我一声前辈。报上名来，老夫不杀无名之辈。不至于在一高，不至于空我半岁，你也配提起我祖父的名号？钱道留在那儿，叫他滚出来战，你还不行？本座倒要看看你这嚣张背后有几分实力。老夫已经50年没有离开过长老殿了，今天老夫倒要看看你们这些小辈有几斤几两。来吧，我现在就让你听听什么叫空我百岁。小三，你看清楚了，这才是咱们昊天宗昊天锤的真正威力。